接落嚟咧就系陈奕迅，又系张学友啲歌啊！今日望月，嗱望呢首歌，你睇到好似唔系好多红字咁，但系咧，我记得我有一次咧行入卡拉，经过啲卡拉 OK 咧，听到入边有人喺度呜呜呜呜喺度吠，我点解会吠呢？原来佢唱得唔好，呢啲 v v 呜呜啊啊呜啊呢啲咧，就真系好似一只狗喺度吠紧咁难听。嗱，所以呢首歌咧就要好留意，就系呢啲用感情抒发嘅呜啊呜呢啲咁样嘅情况啦。咁當然仲有啲突然高音嗰啲，大家都要留意啦，係咪？好啦，陳奕迅，希望咧你好自為之咯。我哋而家立即請陳奕迅唱出呢一首《望月》。浪在叫，雪正飄。如此镜子天上照，路正长走尽了，任那孤单心里笑，情逝了爱已消，翱向孤高清月笑，若听到我的话，愿诉心声好醉掉，在这黑暗中悠悠独自，你已知一切的奥妙，但你不作声，不照料，任你我各自困扰。你会否听到呼叫，为解此心到破晓？你会否听到呼叫？人在变，愁愈扰，面似坦率，心在笑，双手长，尾巴摇，竟向天公被折腰，情共爱也燃烧，俗世只堪风雨照，洗不清，擦不掉，是那斗争的浪潮。在这黑暗中悠悠独自，你应知一切的奥妙，但你不作声，不照料，任你我各自困扰。你会否听到呼叫，为解此心到破晓？你会否听到呼叫？唱嘅歌曲系偷偷摸摸。夜更深，身躯更是贴近，一刻快乐欢欣，美梦内浮沉，仍是照旧，过后当没发生，不再需要负上责任，归家抱着你，又再共度黄昏。谁人在每晚每晚找开心，拉拉扯扯，偷偷摸摸的鬼魂，没发现你的抖震，任爱念随意松增，但其实你每晚每晚都伤心，反反复复，兜兜转转的不断问，问何日那颗心上已再没唇印。谁人在每晚每晚找开心，拉拉扯扯，偷偷摸摸的鬼魂，没发现你的抖震，任爱念随意松增，但其实你每晚每晚都伤心，反反复复，兜兜转转的不断问，问何日那颗心上已再没
好，三位嘅清唱咧就已经系唱完啦，请大家行一行过嚟先。跟住仲有少时间咧，同你哋倾下偈，即系睇下你哋经过咗成晚两个钟头，有啲咩嘅心得？杨千嬅，你觉得自己边个回合嘅表现比较好啲咧？我觉得自己唱自选歌嗰阵时变好啲，自选歌比较好啲。跟住嚟嗰三个回合就紧张少少啦。边个回合比较紧张？即系比较差？唱冷戰 Maddie 嗰度。冷戰緊張咗啲，冚唪唥啲歌詞係咪真係揾唔翻？跌曬落地下執唔到嚇，執唔切，執唔切。OK， 陳奕迅，即係好多嘅尖叫聲，你有幾多 fans 帶咗嚟？唔知，唔知。你覺得自己嘅表現邊個回合係最好？都係自選歌，都係自選歌，即係望月係嘛？啊，望月表現得最好。嗯，咁你覺得喺三個入邊，邊個有機會攞金獎咧？個個都有機會嘅，其實唔要學香港小姐嘅你講嘢，唔係你要有自己嘅性格，自我性格，自己有少少信心咯，但係自己哦，即係你自己啦，但係唔係，但係咩咧？但係個個都有機會，又個個都有機會，我有冇啊咁樣？有啊有啊，許建邦又問許建邦先，你覺得自己邊個回合表現得比較唔理想咧？我都係自選歌曲。自選歌曲唔理想啊？唔係，我覺得自選歌曲理想。理想係嘛？對我自己嚟講。哇！好彩啊！你話香港小姐咁啊，扣你分㗎啦！我問你啲嘢都唔答，緊張係嘛？係有啲緊啲緊張，但係咁啊，邊個回合唔理想啊？邊個回合唔理想？不理想，不理想啊！係聽清楚。佢要環節咯。呢個清唱嘅環節啊。Melly 嗰個。Melly 嗰個，大家都係驚嗰個嚇。好啦，咁啊三位咧都各自表露咗佢自己少少即係比賽嘅心得之後咧，我哋嘅同事咧已經喺評判席上咧得到個成績啦，好緊張，三步攬埋兩步咧就拎上嚟，唔該曬，好靚仔，唔該曬。我哋請出我哋嘅頒獎嘉賓先好唔好啊？金獎嘅頒獎嘉賓係電視廣播有限公司電視廣播總經理英奇倫先生，有請。各位觀眾，第十四屆新秀歌唱大賽金獎，六號陳奕迅，自己好有信心嗰位，恭喜曬，唔該曬英生，唔該曬。好啦，喺呢度咧，恭喜完陳奕迅之後，你成為第十四屆新秀歌唱比賽得主之後咧。我哋請上我哋今晚嘅表演嘉賓，其他嘅參賽者 ，TVB 嘅 Dancers， 有請你哋全部出嚟，一齊祝賀我哋嘅金獎得主。然之後我哋都請金獎得主唱佢嘅得獎歌曲《望月》。浪在叫，雪正飘，如此惊，只知上知。路正长，就进要，任那孤单心里笑。情逝了，爱已消，翱向孤高正月宵。若听到我的话，愿诉心声好醉掉。在这黑暗中，悠悠的思，你应知一。